can cut way back here. You have to cut the leaves too. Okay, so not only cut the fruits. Yeah, you have to cut back because that's, you're pruning the tree for next year. Got you. I learned befor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do it really. Yeah.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Whoa. Cut the leaves. So for next year produce, right? For next year produce, right? Yeah, they're pretty. So you dry them in a dehydrator? Not really. No. By sunshine, then by oven. I do it that way. So pretty！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文姐百草园，我是文姐。今天呢，和你聊一聊美国龙眼园的故事，也聊一聊我和这个美国龙眼园的情、友情、爱情。Oh my goodness, bunches！ 这个。龙眼园呢，它应该可以不是一个龙眼园，它只是一户人家，然后呢，它种的这个龙眼树。我的天哪，你看看这个芒果，这个龙眼结的呀！我的天哪，看看旁边那个，我的个神哪！之前呢，我租的房子就在这个附近，在这个附近呢，我先生和我就是来回开车。我是不喜欢开车，始终没有开过车。然后呢，我先生呢，就天天载着我，出出进进的。我就看这棵树哈，我说这是一棵什么树呢？我说这个感觉怎么像龙眼呢？但是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停一下车啊，我说我去看一眼，我说这个是不是龙眼？然后这条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路哈，它不是那个路插有路口的，所以没法停车。我先生说的，没有办法停车，所以来回走走过过就没有停车。然后有一天，我刚好在家里闲着没事，我就骑自行车来了。我说我骑自行车看一眼，刚好就是我们那个我喜欢骑车嘛。骑自行车来了以后呢，喂。他们家先生在这里卖这个龙眼呢，然后呢，我说，当时我骑自行车来看，还没想到他会在这里卖，所以包包里好像只有3块钱嘛，还是5块钱，哎，就买了点回去，一吃，哎呦，好好吃啊！然后呢，我就跟他们约着，当时也留下电话号码了哈，那我就跟他们约着，我说我下周来买，他说他下周六周天都有卖这个，会在这个地方卖这个龙眼，结果呢？我来了以后呢，连来2天，星期六、星期天都没有卖。哎呦，我说什么情况啊？那星期一我再来还没有卖，干脆我直接冲到他们家里去了，因为当时他告诉我他家在哪里。然后呢，我就敲门，敲门，他说那个龙眼不卖了。我说为什么不卖了呀？当时是那个女主人开门，他说因为这个龙眼不甜，不好吃。我说我吃了呀，很好吃，很甜呀。他说不好吃，不甜，不卖了。然后我说，哦，这样子啊。我说那我想买一点，还是想买一点。他说那样，他说你喜欢的话呢，你自己去树上摘。他说但是你不要爬树哦。说你能摘多少你摘多少，你喜欢摘多少你摘多少。我的个神啊，你可不知道那一年我摘了那么多的芒果。那年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多的芒果，但是呢，也很多。你想啊，就是你这个芒，这个总说芒果是我家有个大芒果树啊，这个龙眼，你想它就算它摘净了，它也不可能摘那么干净，对不对？所以呢，它树上肯定会存留很多嘛。当时他还说它不甜了，不卖了，我就来摘，然后就做成龙眼干，哇、哦，吃了2年啊，没吃完啊。
今年我又来买，我说我买那个几十斤回去做龙眼干，然后呢我跟他也预约要买一棵龙眼树回家。我说果断放弃果树种植，但是龙眼树我还是想种一棵，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对健康有利。我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呢，睡眠不好的时候呢，就煮这个龙眼水，就效果非常好。哎呀，太多的故事要讲了，然后那个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等到我得空再和你们继续聊哈。谢谢你的观看，然后呢，欢迎你订阅、转发和分享。哇，他们家你看这个园，我转一圈给你们看一看哈。哇，你看这个树上的龙眼太喜人了。然后呢，他说那个，摘龙眼，他说你喜欢哪棵树上的就摘哪棵树上的，没有问题的。然后我说没关系，我说你哪棵树上你要砍你就给我哪棵树上的。刚才前面我们也讲了哈，就是你摘龙眼的时候呢，你不是去拽这个，不是去扯这一点哈，你要把连上边的这个一起叶子把它剪下来，它才好明年继续结果。那如果说你只是说哪里结果你舍不得去往上边去多砍一截的话，那明年结果就不利于结果。就像这样，比如说这个一大串哈，你看这一串芒果，那么你就要砍到它，看上边这个位置，这样子砍。你看到刚才，你看到他给我砍那个，他给我切这个芒果之前是这样切的，所以你摘芒果也是有方法的。如果你摘的方法不对的话呢，明年他就不一定那个。给你结果结得好。你看它这里就是这么多芒果树吧，也并不是每棵芒果树都长得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那个 YouTube 上去学习种植啊，学习各种方法啊，其实你学到方法了不一定就长得好了。你看这棵树就不长，不是这个哈，这边的有一棵树，刚才他给我讲这棵树就不长，这棵树今天就没有果。所以你看在同一片区域同一个地方，它同样的生长环境同样的照顾，它就没有果，几乎一个果都没有，你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这个大自然这个植物很奇妙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去学，尽管去学，不一定你学了就成了，因为就算你一个院子前院和后院，它的土壤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它也可能就是长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好，亲爱的朋友，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你的观看。